同学们好，我是佳佳老师，欢迎来到第八讲简单抽题原理以最不利原则上。那在今天的学习当中呢，我们主要解决题目的前半部分，也就是简单的抽题原理。我们今天要学会如何用原理来说明问题，你要把人家说的心服口服，再也不能提出反驳之言。那下面我们肯定啊，同学们有很多疑问，比如说什么叫做抽题原理呢？在前面小小的视频当中，同学们看到了一个小故事，苹果 A 进了一个抽屉，苹果 B 进了一个抽屉，那么这时候苹果 C 进不去的时候就要哭鼻子了，对不对？还好我们的苹果 A 非常非常的有爱心，把 C 给拉进去了。那在这儿啊，这个小故事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今天的这个抽屉原理，抽屉和苹果的故事。那把三个苹果放到两个抽屉里会怎么样呢？从前面啊，同学们会发现了，哎，要不然呢，就是苹果 C 跟 A 在一块儿，要不然苹果 C 跟 B 在一块儿，也说不定三个苹果非常团结友爱，进到一个抽屉里，对不对？但是同学们想一想，你能得到的一个一定会成立的结论是什么呢？同学们想，三个苹果两个抽屉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？要不然就是零三，或者是一二，二一，三零，是不是只有这四种情况？嗯，那么这四种情况当中，我们呀就盯那个装苹果最多的抽屉。那你看第一种情况当中装苹果最多的那个是不是它？它有三个。第二种情况当中装苹果最多的是它，有两个，这儿也是两个，这儿是三个。那也就是说明你装苹果最多的那个抽屉肯定不能太少，那至少也得有几个呢？嗯，一定是三个吗？不一定吧，最少是几个呢？嗯，两个。那也就是说明你装苹果最多的那个抽屉至少会有两个苹果，对不对？那同学们，如果你还不明白，你就反过来想一想，如果最多的抽屉都不够俩，最多的抽屉是不是就装一个？嗯，那你第一个最多装一个，第二个最多装一个，你的三个怎么能装进两个抽屉里呢？对不对呀？好，那也就是说一定会有一个抽屉里头至少有两个苹果。同学们一定要仔细读这句话，我只是告诉你了，一定有这样的一个抽屉，但是我能保证它是第一个抽屉还是第二个抽屉吗？嗯，不能。不能，但是我告诉你肯定有，放心吧，打包票了。这一个抽屉里头至少有两个苹果，是不是也有可能出现这一个抽屉里有三个苹果的情况，对不对？嗯，但是它最少最少也不会比两个还少了。同学们，这个之中的几个字你理解了吗？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三个苹果两个抽屉啊还好办，那如果多一点，比如说我有五个苹果，我有四个抽屉，那会怎么办呢？想一想，五个苹果四个抽屉，哎，你就算一样一样一样每个里边装一个，你是不是还多了一个？对呀。那这一个无论进到哪儿，它那个里边都会有两个。那也就是说明至少会有一个抽屉里有两个苹果。那如果是六个苹果五个抽屉呢？嗯，一样的。哎，一样。那七个苹果六个抽屉呢？嗯，一样。也一样的，对不对？那好，同学们稍稍有一点点难度喽。如果这是五个苹果两个抽屉，你又能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呢？想一想，五个苹果两个抽屉，放，还多一个，对不对？这一个无论进到哪儿，那个抽屉里都会有三个。哎，同学们，通过这个你能不能把它总结出一个算法来呢？比如说五个苹果两个，那
五个苹果分到两个抽屉里。想一想，我们分东西是用什么法的？除法。除法，五除以二，商二，那就平均一个抽屉里有两个，对不对？嗯。结果还会多了一个。一个。那你就会发现了，无论进到哪儿，这个抽屉里都会有三个苹果。好了。这是五个苹果进到两个抽屉里，那同学们，如果是七个苹果进到三个抽屉里呢？你来说一说，应该会有什么样的结论成立呢？嗯，先是七除以三，好，等于二余一，哎，会有三个苹果在一起，哎，多了一个，对不对？嗯，所以二加一等于三，那也就是说，肯定有个抽屉里面有三个苹果，或者是三个以上的。那同学们。这个你来看一看哦，如果是八个苹果，三个抽屉呢？嗯，八除以三，嗯，商是二余二，哎，还嗯，四个苹果有一个抽屉里面吧？哦，二加二等于四，对不对呀，同学们？嗯，好吧，仔细想一想，你虽然余了两个苹果，可是这两个苹果一定会进到同一个抽屉里吗？那不一定，那可不一定啊、哦、那就不是四个了，所以能保证四个吗？比如说三三二，是不是把八个分到三个抽屉里、嗯、有抽屉有四个吗、嗯、没有、嗯、那也就是说明虽然你余的是二，可是这二是不是有可能平分的？嗯，所以对于我们来讲，你能保证的就是有一个抽屉里会比你的商这个二要多，但是你只能保证它多几呢？一个。多一，所以八个苹果放到三个抽屉里，能够保证的就是会有一个抽屉里有三个苹果。好，同学们再继续想，如果是九个苹果，三个抽屉呢？哎，除尽了呀。嗯，除尽了，那你能保证三再加一吗？那没有了。没有了。好，同学们，那你想一想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做的是用苹果数去除以抽屉数，那会有两种情况出现，一种就是像这种它没有余数了，那没有余数非常有可能就是三三三，对不对？嗯，你能保证会有一个抽屉里比三多吗？不能。那就不能了，也就是说没有余数的情况下，我只能保证这一个抽屉里有三个苹果，也就是商这么多。而有余数的情况下呢，会有一个苹果比那个商要怎么办？嗯，多一个。多一个。好了，同学们，这就是我们抽屉原理的两种情况。把 N 件物品或者是苹果放进 M 个抽屉里，我们要做的就是用这个苹果去除以抽屉。那第一种情况就是商没有余数，而这时候你能够得到的就是至少有一个抽屉里至少有A 件物品，就是商这么多，你可不能保证比它多。而第二种情况就是除完了之后，如果有余数，甭管余数是几，只要有余数，那么一定会有一个抽屉里至少有 A 加一件物品，也就是比商要多一这么多件。这就是我们抽屉原理的两种情况，而相对来讲，第二种情况用的更多一点，尤其要注意，不管余数是几，你的商也只是加一。好了，同学们，学完了抽屉原理之后，下面啊就是我们要用抽屉原理如何来说明题目呢？那同学们跟着佳佳老师来看看吧。